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rypto 币池如鼠的频道。那么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个人一直有在使用的质押平台 Anchor。那么这个平台可以让你轻松享有年化报酬 20% 的利息哦。那么首先，我们要投资之前，我们都得先了解我们投资的这个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标的哦。那么我们使用我们 DeFi 的工具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排名第一名的是我们的以太网，一样是我们龙头。但是排名第二名的就是我们 Terra，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主角啊。那么这个排名呢，是依照他们的这个总体积啊，就是目前它的市值来做排名的。其实在前年啊，真的是只有以太网霸占去整个网络。那我们是在去年才开始很多的这个网络，慢慢的崛起。那其实当中呢，是我们的 Terra 呢，真的是最为优秀啊。我个人也是非常的看好它。那它之所以可以成长这么快，主要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区块链一直存在的问题啊，就是稳定币的这个问题。它是利用这个双币的这个概念，然后去定他们 UST 的这个价格。那么相关的讯息呢，其实都可以直接到它的官网，有非常多的相关的资料可以去查询哦。那么这边我们就点进来看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使用的平台 Anchor 是目前在 Terra 网络里面排名第一名，一样是使用率最高、市值占最大的，所以相对来说，它应该也是比较安全、比较能够被信任的。那么我们这边呢，就回到我们的 Anchor， 然后我们点击右上方就可以进到它的应用程式里面了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，它目前呢，全世界在他们的这个总锁仓量大概有150亿的这个美金。很夸张的数字，而且是一直在成长。我记得去年好像是少一个一，好像是7字头啊。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呢，是在第三个，就是我们把我们的 UST，也就是刚刚提到他们的这个稳定币存进来，它就会给你一年将近20%的这个利息哦。那这边要补充一下，它这个利息呢，它是浮动的，就是说它是每一个月都会不一样。那就是说也是。未来还有没有这20%，真的是说不准。所以现在可能，还有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利息，大家好好把握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就教大家怎么把这个 UST 给存进去哦。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它这个网络的钱包。那这边很简单啊，大家就在这个 Google 上面直接搜寻这个就可以了。那它的这个使用方式呢，跟狐狸钱包是很像的。那我也会把这个网址放在我这个影片下方的描述栏。那么，当你下载好之后呢，它这边就会一样，你可以看到你钱包里面的这个状况，然后一样会有给你一个地址。OK，那当然你在开钱包的时候，它会给你一组密钥，那个密钥你要自己保存好。我建议是抄在纸上，然后放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。那么今天我就教大家比较，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路径方式了，就是使用币安啊，因为币安呢，它还是我是个人觉得还是最方便的哦，它换各种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。那如果说你是要把台币变成虚拟货币，那你就是我自己个人是用 BMax，你也可以使用币托，用这两个管道，然后把你台币买成 USDT，然后再把 USDT 存进币安里面。好，那当你把 USDT 存进来之后呢，就点选交易，然后按专业版。好，这边左上方选择交易对。好，我们在左上方选择交易对之后呢，我们选 UST 对 USDT 哦。然后这边看你要买几颗，OK，选择买入。那我这边建议大家就使用限价单做购买，这个应该是会比较省这个手续费，而且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去买到。好，当你买完之后呢，我们一样回到我们现货钱包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搜寻我们的币种。我们买完 UST 这边按提现，好，那我们会在这边输我们地址，一样是打开我们的钱包，然后复制我们的地址贴在这里。那这边的话就不用理会它，按确定。然后这边的主网类型，请记得一定要选择 Luna。选完之后呢，数量看你要选多少，那通常就是最多全部提现，这样就可以喽。好的，那当我们提现完成，它应该就会跑到你的这个 Terra 的这个钱包里面。
那今天我就先用$1,000来帮大家做示范 ，OK？ 因为我里面已经本来就有存 UST 在里面，那我就先把它领出来 ，OK？ 领$1,000，UST， sorry。好，我这个 Terra 网络就是，我个人是觉得蛮快的，你看非常快就好了。好的，那么这样就提现成功了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我们多了1000的 UST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来进行存款。OK， 我把它存进去。好，我们点击这个，然后按存入。那如果我选择全部的 UST， 它会提醒我，我要预留一些来做 gas 费。那我们就存1000就好。因为我们这个 Luna 这个网络里面呢，都是要使用 UST 来做 gas 费的。好的，那么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钱包。好，我们钱包就只一样，就少了$1,000。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我们多出来了这个 AUST 哦。那这个 AUST 呢，它就会不断的产生利息，依照这个每年 19% 的这个速度去增加。那到时候你领出来的时候，它会连带利息还有本金一起给你。好，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呢，我也会跟大家分享，其实这个 AUST 它还有很多用途，它可以让您这个 APY 可以更高，可以到 40% 到 50% 甚至到 90%， 所以是非常可观的收入。那我录完之后呢，会马上放上来。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区和我讨论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